佟老师，您在认识丹阳的时候，是相当于是您先出道，还是丹阳先出道啊？那肯定是我出道。我刚刚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们的校园里面弥漫着这个铜铁心老师的这种歌谣。哦，大喇叭里面唱着。什么？黄昏的风儿吹拂了脸庞，是推得得了这座城的方向。那有段是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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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然后伴奏中间的口哨，你知道吗？在我们女生宿舍里面。对，我们就女生一个宿舍里面就说，哎呀，这歌太好听了，唱这歌的男声音太有魅力了。我后来我认识他，跟他成朋友的时候，我说，哎，铁心，我问你啊，那个口哨是谁吹的？你知道吗？我们大学女生探讨的话题说，以后我们就要找个这样的会吹口哨的男生男朋友。但是我遗憾的告诉你，特别浪漫。遗憾的告诉你，那真是不是我吹的。他骗我，这是我吹的，太厉害了。那因为那是电影《当代人》的主题歌，叫《年轻的心》，特别的时髦，特时尚的一首歌。因为那个什么年代的歌呀？80年代，那是81年、82年风靡全国那个期间。